立刻就消失了，而且心里突然有种从来都没有过的感觉。阿香，你会不会有一点跟太紧了？我只剩拿你口袋里的巧克力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口袋里有巧克力啊？我只是随便说的，谁知道真的有。那是我在一楼厕所的地上捡到的，我想说可能跟这次同学失踪有关系。不是，不好吃哦。